的机器，哦，好像你把火。你们男生都这样。青少年转大人，国片破处，从题材到片名都很大胆，连男主角之一的电影新人杨逸轩，大荧幕处女作就挑战全裸。也不用大方的说啊，我要给大家看这样。对，就是因为剧情需要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没有那么的，这个界限我没有那么的在乎。那真的在拍的时候会还是有点害羞？对啊，多少会啊，就是要建立一下那个心理的那个心理建设这样。对，但是在现场的话，其实整个保护啊，然后跟清场啊，然后我觉得不会那么在乎其他人在看，因为毕竟大家都很专业，都是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。其实我没有做特别准备，因为我觉得高中生就是如果我练得很壮啊，或者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像高中生，也没有说很多大的肌肉啊之类，或者是特别修毛啊之类的。你叫什么名？王西施。这样给欧美美很硬，黑色很不。好想去环岛哎！在拿到本子之后呢，是以录两点的心情前往这个故事的，是要录两点。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寻找我的点的话，就可以进戏院，看看可不可以找到这个点这样。再来一个挑战，就是比较刺激的床戏的部分。对，因为我也。不会这件事情，所以就是我生活里面没有这个经验，所以就对，就是很靠吴兆轩教导我来帮助我。你帮我破手吧。就是一开始我也不敢碰到，因为就不认识。可是渐渐就是我们在排练啊，然后导演也会引导我们，就是渐渐的距离就拉近了。所以他是很绅士的在帮助你。对，他是一个很绅士的人。因为我们是在车上啦，对，所以我就整个人是跨在他的身上这样子，然后他基本上我跨在他身上，他就会这样，就是这蛮绅士的，对对。有问旁边一些可能女性友人的一些就是意见吗？有，我问到最后一刻，我问到已经在拍的时候还在问，就是那时候已经在车上，已经在开始拍的时候已经清场了，然后那时候我突然就发现，哎。那个到底是什么感觉啊？我就想说，完了，这个就是前面可能动作啊，就是都有看影片啊，就是好好的学习到。可是我突然不知道，哎，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突然不知道这样子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，因为我们都有别麦，然后我就突然说，哎，那是什么感觉啊？这样子。然后导演就想啊，怎么办？怎么突然有这个问题？这样子，怎么突然有个这么大的问题？然后我的经纪人还跑到那个车窗旁边，让我蹲下去。就是之类这样子，好，而且经纪人比较成熟，是一个大姐姐，她就是有一些人生相关经验，不是这位，不是这位。男生18岁被人阳不射掉的，一辈子没有办法按冰冰的，帮你找一个好好的生日礼物来。本公司叫做 House of Wonderland， 我是负责人万德。今天晚上我兄弟要破处了。我一开始超紧张。因为配角很有经验，其实我又是比较相对就是菜鸟，因为你第一次拍电影啊，对，所以我怕会有一些冒犯他的或是不尊重他的一些就是动作之类，但是其实配角姐超好，她完全就是超级开放，然后她也很照顾我。我平常不是这样的，这一次就当作是试射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导演没有要求说要怎么样，对，就是都是很现场，就是让这一切自然的发生。他其实没有什么主控权哎，他在电影里面呢，对对对，他比较被动。你通常都主动吗？我通常都主动吧。对。爸。对，我通常都主动。为什么？别人的青春是美丽的地方，我的却是荧幕保护产品。是教练一开始会测试大家的水性，我有跟他说我不会游泳。但是他们就是想要知道我怕不怕水，我到底可以到什么程度，就叫我直接跳下去。然后我跳下去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好穿两节式的泳衣，那件衣服我穿蛮久，就是一个背心的，也可能是穿太久，还是我变瘦，就下面有点松掉。所以我跳下去的时候是直接这样，然后那个衣服就这样盖在我的脸上，然后我就直接很奔放的，像他的预告一样在水面哇。温度都会怎样？其实教练都会在旁边保护我们，所以。水里面是有教练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教练应该没有看到什么吧，这样子。
为了艺术，大方全裸演出，但当初在家人这一关，杨逸轩和大文内心可都经过一番天人交战。我就想说，我要拍的那个，就是我可能会，就是被扒光。对，但是我也没有讲说会全裸，我不敢讲。对，我想说就可能会有一些裸露，他们就是有点担心我，然后就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怎样会不会被欺负啊？什么什么？那他们看完电影的反应是？他们就很激动，就可能五味杂陈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，就是我也其实我也不敢问，就是激动是他不知道该怎么，叫什么？心动是不是？不是心动，就是有点五味杂陈的感觉，然后他好像也不知道感动吗？要讲什么？我觉得都有可能还一时没办法平复那个心情那样。其实我一直都有跟家里说我去拍了一部参展片，然后我妈就想啊这样子，爸爸妈妈都还没看，但外婆看了首映，外婆说很漂亮这样子，对，但她眼睛不太好，所以她眼睛不好，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她到底看了什么，但她那天心情是不错的。心中最幻想最 perfect 的那个初夜的人选的话，小松菜奈好了，她是你的女神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一个气，一个魅力，嗯，对，吸引着我，但会有点觉得不尊敬她。她触犯到女神的感觉。对对对对。既然你都说小松菜奈了，那我就说菅田将晖吧，这样我应该会被大家讨厌，我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们两个就是。被他们的粉丝讨厌，对，但是我自己幻想呢，我们就是认识蛮久的青梅竹马。你说你跟他还有剧情哦？对，因为我不能突然发生啊，是起码要先交往吧。青梅竹马也发生也会很奇怪，很奇怪哦。对，因为太熟了。那请问要怎么发生比较好？交友软体滑一滑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想要有一些认识在做这件事情，我不能直接，没有办法。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电影《破处》，这是一部非常青春、充满热血、充满荷尔蒙，还有很多很多冒险的故事。然后里面有发生很多很呛啊、很屁、很青春的小细节。7月3日上映，欢迎大家进戏院来看哦。你都把它讲完了，那你要讲什么吧？可以来看。激情的创新，还蛮推荐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可以。如果说你正处在很彷徨、很困惑的时候，不妨来看一下这部电影。那如果说对，对自己的青春的定义有点改变，没错。那如果说已经破处很久很久的一些比较前辈朋友们呢，也是蛮推荐大家来回忆一下自己的这个青春岁月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文全乐，今晚如果到。关注你。